一梦醒来，用着八分钱一度的电，煮了我的百合，现在煮我的白菜，煮我的白菜。小米、大豆、高粱和我的懒狗。昨天晚上，老邓、我和山海经出去吃饭，没带我狗子，我狗子就生气了，一直到现在不理我。不但不理我，我给他香肠，你看，香肠放在他碗里，他都不吃了。生气了，是吧？不理爹了，不理爹了，生气了。小女孩就是爱生气，连摸摸还不行啊，摸摸也不理我，坚决不理我了。嗯，刚才我看那个微信，我老喘，我喘的原因是缺氧，嗯，就是缺氧。我以前身体特好，身体特好表现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大概是1980年代，特别好。我厕所里有个东西，我给你们看一下。哎，这个东西，这个不是这光屁股女的啊，也不是这要饭老头，是这个。是这个，嗯，你看，这叫绶带，当时往身上一挂，往身上一挂，科克西里考察队，嗯，科克西里考察队，这在我厕所里边了。粘的全是土，嗯，是个丝绸的，嗯，这块红布可以做挺大的呢，这块红绸子可以做好几条裤衩儿，给这光屁股女的穿上。这是铜的，嗯，不是还有好多这小人都让我给摔掉了，摔坏了，嗯，你洗下手，手上又有尘土。我的嘴啊，笑人齿缺约，狗都打开。你看我闺女，我洗脸刷牙，你看我闺女干嘛？我一说洗脸刷牙，她就不洗脸了。连脸都不洗啊，嗯，这个坏狗，我给它香肠它都不吃。昨天晚上我吃饭，我还想着走的时候拿块骨头，走的时候忘了没给它带骨头，我从家里的香肠找一块给它，它就不理我，我不吃，不理我，一直到现在不理我，跟爹掰了，嗯，父女反目。科克西里，当时去科克西里啊很难去，嗯，有一孙子就说这谁去是吧？有一个人想去叫马辉，嗯，马辉是唯一跟我竞争的，他想去，还得有体检，体检是怎么？就是测量一个人的含氧量，嗯，北京的海拔是50米，你到科克西里呢，
海拔是5000到6000米，它这个海拔高度就涨了100倍啊，50-60米，哎，是100倍吧？嗯，那边是5000-6000米，嗯，一般人受不了，受不了，在北京就体检，体检就特苛刻，嗯，苛刻就是把一个人放在一个水槽里边，往那水槽里灌凉水，就这胳膊，然后再换热水，不停的换凉水热水，看你血氧中的含量。我怎么想起这个呢？今天早上两个人让我去买那个叫什么氧气机，一个是季登奎的儿子季伯民，跟我说老鸭你妈赶紧买这个去，以前3000多，现在涨价涨到5000多了，不仅涨到5000多都买不着，嘿，我就不信这东西啊。我们家有个大氧气瓶，我有一制氧机，就是当年我去西藏用的，嗯，我有小的制氧机，还有大的氧气瓶，去灌气就行了。当年就是把我放在凉水里，凉水池子，再放到热水池子，就跟那个冰火九重天似的啊。然后测我的血压，测我的血。除了这之外，还有一种，就把我放在一个氮气的一个罩子里边，不停的缺氧，缺氧我就喘气儿，我就使劲喘，靠喘来增加我活细胞里边的血。靠增加我红细胞里的血啊，我就憋得脸通红，但是我不死，我可以瞬间红细胞变多，增加血含量。在可可西里头，每天那个考察队的队医叫张旭东，是中科院高心所的，就是青海高原心脏病研究所，他每天抽我的血。我就不打开我照片了，我这里都有照片，我懒得打，一打开就特慢。嗯，他每天抽我的血，每天抽，我忘了是多少克了，就每天抽我，不光抽我，还抽几个人啊。有一个是叫马千里，当时是新华社青海分社的摄影记者，退休的时候是青海分社的总编啊，还是青海分社的社长，我不记得了。还有一个叫党州，党州是新华社格尔木记者站的站长，是藏族。图德河出生的，出生的那地儿都5000米，我是50米的，啊，他们就参照我的这个血，每天抽我的血，每天抽我的血，嗯，抽我的血，哎呦嘿，嗯，现在你看我这伤痕，伤痕累累的胳膊，啊，你看这都是刀伤，嗯，我能活到现在不错，跟我们一起的杨红什么的都死了，啊，都在可可西里死了，嗯。那时候我的血就特别好，嗯，90年我从可可西里撤出来，海湾战争打起来了，我去的伊拉克。去伊拉克，我第一次去，我去过6次伊拉克，嗯，其中第一次去伊拉克待了5年半，没有任何防护装备，没有任何防护装备。啊，当地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当地人喝什么我就喝什么。过多少年我还嘲笑新华社派到那个哪儿，派到那个阿富汗的记者啊，我说你们他妈什么记者呀，啊，还得那个什么，他们叫带多少瓶矿泉水，我说一个记者连当地的水都不能喝，那不是扯逼蛋吗？嗯，老有人说你这北大毕业的老满嘴脏话，我这玩意儿不叫北大毕业的，我是粗人，我是战场上照大象的，战场上照大象的全是武夫，赳赳武夫，或者是匹夫啊。我在中东再回来，我的血就坏了，嗯，红细胞几乎没有，不至于没有，就几乎没有，白细胞特别低，每年到冬天就咳嗽。整个咳嗽一冬天，所以我妈到现在老在我外边偷听。嗯，我老咳嗽不好，我也不去医院，我前妻就是我儿子妈呀，就带我去石景山医院，就去打针，打吊针都打不好啊，医院就抽我的血，一抽说哎呦这人快死了，白血球血小板
尤其是红细胞根本就没有，红细胞没有，它就没法携带足够的氧，所以它走几步路就喘，走几步它就得蹲下。离我们家最近的301医院，到301血科。301啊，和协和医院是一市。怎么是一市呢？当时301的血科主任叫张伯龙，张伯龙同时兼任协和医院的血科的主任还是副主任，我就不记得了。我有个伯父叫饶玉璞，是我姐姐的我爷爷的七姐的儿子。嗯，我原来写过啊，饶玉璞，饶玉璞解放前是协和的，是而且是协和的地下党的书记啊，协和医院地下党的书记。嗯，然后他那个他我妈以前做过一个什么什么手术，协和医院就住不进去，结果那个我那个大伯佛大伯饶玉璞，然后他就来了，他来了，哎，协和医院就特别的客气啊。后来才知道我那佛大伯是燕京毕业的，是我党临解放那时候的协和医院的地下党的书记啊。所以你看那个协和医院那个党史里边都有饶玉璞啊什么什么什么。嗯，我有个表哥叫曹乐群，北医毕业的，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现在叫北大了，那时候叫北京医学院，七八级的，我是北大七九级的，我就看不上他。为什么看不上他呢？他北京医学院毕业了，美国不承认，美国人说这狗逼学校不承认，他就鸡贼。所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临毕业的前一年吧，他就退学了。退学他妈是我奶奶的弟弟的儿子，他妈叫邵哈天啊，这女的名儿也特棒啊，哈天，邵哈天是南京，就那个熊猫是叫无线电还是叫无半导体收音机啊，后来号再有电视，就是那个厂的总工程师叫邵哈天，也是全国人大代表，等于是我爷爷的外甥女儿。嗯，喂，什么快递？你是不是昨天把东西送错了，送我这儿来了？不是的，我这是你今天刚到的快递啊。哦，那不是你，有个人夜里一点钟给我打电话啊，说给我送肉吃，结果我也不知道是谁，我现在出来啊，哎。快递都特奇怪，北京一个广安门的一个人说他做猪肉，说猪肉怎么好，要给我送来吃，来一快递，这快递是夜里来的，夜里十二点半，这是好快递。哎，谢谢您，不是您，昨天那是一骑摩托车的。哦。啊，哎，您又放。谢谢啊，谢谢，哎，两个，哎，谢谢你，谢谢你。这是个好快递，人家还帮我搬进来。什么东西呢？还不知道。昨天一个特奇怪，先是白天来的，白天来给我送了一个档案袋，这档案袋里边是一个汽车的行车执照。这行车执照是河北省的行车执照，哎，我说太奇怪了，我怎么会给我来一个河北省的行车执照？河北省机动车。哈佛，你看，哈佛牌非运营，河北省。哎，太奇怪了，收着去。我说我没有这车，
我没有这辆车，我也没让人给我寄行车执照。他说留的就是你电话。嘿，我电话，我手机在交管局上边绑定了多少辆汽车，我也不知道，我都不记得我有这辆汽车。昨天跟老邓出去，没给我狗子带狗骨头，他现在不理我，恨上爹了。啊，接着说，然后我的血就不行，不行就做骨穿啊。简而言之吧，第一次是北京医院做的骨穿，做完了以后跟我前妻说没做好，再做一次。做骨穿可疼了，在后背上，啊，那时候我在北京医院，然后又在北京军区医院做骨穿，啊，又在北大医院做骨穿，又到人民医院，反正是能做骨穿的地儿，我连着做了四次，嘎吱嘎吱的，你想那个锥子刺到你的骨髓里边去，哎呀，再给我这个加加温。我就做了四次骨穿，还有活体，把那活体取出来弄到香港。因为啊，我们祖国这医学也不管中医也不管西医都很先进，但是比起香港来都不行。哎，香港比起美帝还不行，所以这医学最先进的在美帝。那时候我才知道的，说你这病就治不了。然后说让我媳妇儿准备还能活四个月。那时候有个报纸叫什么报纸，叫新京报，刚建立。新京报有个摄影记者叫陈雄，后来是中国日报的记者，就拍了张照片，中国最著名的战地记者唐老鸭还能活四个月，头版头条。我这还有那张报纸呢。以后我就缺氧的状态一直活到现在。每天自己煮点什么东西，啊，煮点，你看，这是香菇，这香菇特别好，它里边就没有那个香菇那瓣儿，所以好多香菇你买了你得洗摘，摘还得用剪子把那根儿那儿给剪了扔了，这不用，我直接涮吧我就煮了，我这是白菜，我这没油菜，白菜呢是河北村支书给我的，哎。那是不是哪个我认识100个河北村支书呢？是不是哪个村支书的车要拿我这来让我开还是什么意思？昨天给我快递了一辆河北哈佛车的河北牌子的车的行车执照快递到我这儿，你说多奇怪啊！各种奇怪的事儿接连发生。我这大白菜加香菇，我也没刷这锅在这之前我煮的是百合，你看。银耳百合，然后呢，我借着银耳百合，我一滴糖都没放，但这百合是鲜百合，你一煮你就发现它是甜的，本身自带糖，自干五属于是，然后我这白菜呢就煮一会儿，我再放点盐，就把这个白菜能给煮烂了，煮烂了之后它不就热了吗？一锅热汤。这是我煮鸡蛋的，煮鸡蛋的先挪过来，哎呦呵，昨天我找这把美国刀找不着了，在这儿呢。我这喝水的这也是美帝的啊，有个电影叫《黑鹰坠落》，Black Hawk， 啊，这也是美帝的。然后呢，我前天蒸的饭，你看，还剩了半锅饭，我把这热的这个香菇。银耳白菜汤往里一泡，哎，它就是热的。我这个笑人齿雀跃狗都打开的这大豁牙，一喝又是饭又是粥，你别笑话我，这孩子老笑话我，就是高温维持着它，现在都闹这个叫新冠病呢，就是让人的身体里边的含氧量低。我呢是多年来由于我海湾战争被辐射了，骨髓不造血，所以我的含氧量就一直低。
第一呢，你就使劲喘气儿。所以老有人说，喝说唐老师，老唐老亚，你怎么老喘气啊？是我身上的血里边的含氧量低，我就使劲儿。但是我的血特别好，就当时在可可西里就老抽我血的那些医生说的，说老鸭那血哈，您憋着他，他们就捏着我鼻子，不让我喘气儿，啊，给我头上罩一个套，往里灌氮气，往外抽氧气，就让看我在缺氧的情况下，我就带着那套，我就使劲喘气儿，使劲喘气儿就增加你的血液循环，本来那血可能流得慢啊，反正我30多年一直是氧中含氧量低，血啊红细胞中含氧量低，我就特别容易喘气儿。一是喘气儿，再一个我就赶紧坐在地上，降低我身体的高度，啊，我就能不死。所以我这条命，可可西里自然让我死，海湾战争社会让我死。路上碰见各种稀奇古怪蹊跷的事儿就多了，到现在还不死，就是每当氧气不够的时候我就使劲喘，啊，每当氧气不够的时候我就躺平，我就坐在地上我就躺平，反正我这又脏又老又病的老头也没人笑话，是吧？你看我的狗子，我的狗子，我现在坐在我一喘，我狗子在这儿呢，看见了吧？我狗子，我就不过去。为什么我不过去呢？我洗澡。我洗澡，我正用这个，我刚才洗完脸剩下的热水泡我的脚，泡我的脚。哎，艰难的一天又开始了。血氧仪，血氧仪，我那血氧仪在哪儿呢？血氧仪。抽血，看看血。如果你觉得你就使劲喘，就能增加你血中的氧气输送到你的大脑，你就不傻逼，你就能活下来。放几张可可西里的照片。这是北京解除戒严，我在天安门广场，我从天安门广场一下就去了可可西里了，这不是，这不是，这是我学开车。你看，我手里拿着我当年的大哥大，这是1987年的新华社的大哥大。我开的是，这是212。我学车学的是卡车，这是沱沱河，左边那是恰恰，这是我的车。这是新华社后来的青海分社社长，那个时候是格尔木记者站站长党州，他是藏人。我们俩背着一个可可西里的大牛头，这是我在可可西里，这是我在可可西里，你看这车辙，这是我开的解放，这是我抱着一只小狼。这是我身上两只鹰，大狂啊，就是鹰，大狂，猎隼。这是我那时候只能吃牛肉罐头啊，我有把瑞士刀，啊，所以我就每天有一个轻松的活，给黄桃啊，给开黄桃罐头，因为他们都没有瑞士刀，我有瑞士刀，所以当你掌握一种工具和一种技术的时候，你就能干细活。这都在可可西里无人区里。这是我们杀死的一头野牦牛，这又就是说每天抽我血的那个张旭辉，高原青海西宁的高原心脏研究所的张旭辉，他每天抽我血，我恨死他了。我腿下压着一只小狼，其实我还是害怕狼咬我的，我就用我的膝盖压着它。后边是冰封。我后边那人应该是马千里，跟乌鲁木齐里的藏民。这是大夫又来抽我血来了，这还是张旭辉。我说的，中科院青海高原心脏病研究所的。
这是我们在晚上特别冷，左边呢是党州，啊，中间的是马千里，他是藏族，他是回族，我是汉族，他们俩出生的地儿就5000米，我出生地儿50米，我们在偷着喝酒精，酒精啊，山里边冷，喝酒精，在高原上喝酒精不是找死吗？少数民族不在乎啊，我也跟着喝，我养我的鹰。我用藏羚羊肉，每天我们打了藏羚羊，用藏羚羊的肉来养我的鹰。嗯，这是藏羚，刚打死的藏羚。嗯，党州马千里，我还举着一纸新华社，我老爱亮出我的招牌来。现在党州是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马千里是青海分社副社长。嗯，我被双开了，就因为我这嘴。这是可可西里的淘金的金农，啊，这是现车，你看，到车里边全是光着脚下去把车挖出来。雪山，雪山，这是我哈斯布莱德。你看，100多天没洗澡，你看这胡子，胡子都长成黄胡子了。不看了，再往看都目不忍睹。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只要缺氧，